香港綠建商舖聯盟呈獻智綠 Shopping， 係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贊助播出。不少商場商鋪都響應2050淨零碳排放目標，今次在香港綠建商鋪聯盟大獎2023獲得年度最綠模範商場大獎，得獎商場在硬件、軟件配套和優化方面都融入環保元素、節能，同時回饋社會。Hello Christina，知道你哋喺冷氣節能管理上落咗好多心機，不如同我哋分享多啲啊！因為商場人流好旺，所以做好冷氣節能管理係好重要嘅。我哋喺中央冷氣系統做咗好多持續教育同優化工程，包括喺上年將散熱水泵根據系統需求進行調速，去提升中央冷氣系統嘅效能。除咗冷氣之外，你哋有咩方法去實踐環保呢？商場所有照明都是使用 LED 燈的，部分地方亦安裝了配合調光控制的日光感應器，節省用電。另外，我們還積極運用科技擴大環境的效益，包括安裝智能氣象站和物聯網感應器，同時亦充分利用商場天台的位置加裝太陽能板，提供可再生能源。我們最近亦增設更多電動車充電站，方便使用電動車人士。咁商場喺減廢回收方面有咩相關措施呢？商場設有回收箱，亦同租户合作回收廚餘。喺近一年時間，回收咗超過15公噸嘅廚餘。我哋仲會向租户收集咖啡渣，加以處理之後，用作商場內農莊嘅有機肥料，種植植物同新鮮蔬菜。例如早前同一個租户合作推出有機薄荷檸檬水特飲。商場、租戶同心合力，在每個細節開始改變，一起實現香港2050淨零碳排放目標。